OK， 今天是8月22号，然后我要出发去济南，就是年少有为演唱会第10场。然后我决定把演唱会乐手的每一天分享给大家。OK， 我现在到机场了。对，现在是下午3点。准备去 check in， 因为今天的班机有点 delay， 大概 delay 了30几分钟，所以我现在要先去觅食一下。我要一个那个青柠双牛堡套餐吗？套餐，然后都不要酱。出发出发出发！我们要去济南了。我们要去济南了。出发出发出发！耶耶！对，我们现在抵达这个济南了。嗨，是圆火的小马。Hello Hello。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冲去饭店了。对，可以吃宵夜。对，等一下就可以吃宵夜。Let's go。哦，谢啦。OK， 我现在已经抵达喜来登了，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这次的饭店，非常的不错 ，Yeah， so nice。OK， 这是年少有为第10场，济南站。哎，有人看那个济南站的朋友在下面按个赞啊。那我抵达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帮我的吉他换弦。那为什么要换弦呢？因为这样子明天彩排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弦 run 开。那在后天演出的时候，他就会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我都会在抵达的当天换弦。OK OK， 赶快来换个弦。有大家早，哎，我已经吃完早餐了，然后我现在要去健身房。之前有听过，就是有一些，一些八卦喽，就说，哎，那个乐手啊，在外面好像都在花天酒地啊，然后每天都是这样醉生梦死啊，喝得烂醉这样子。那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我们都在干什么。Yeah。Brian， 嗨，哦，哟，现在是下午4:20，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彩排了。OK， 我们现在抵达了，然后我现在开始 setting。Thank you.
OK， 现在是大概11:30，然后我就会把握一些时间复习一下演唱会的歌一些重点的部分。现在是下午的2:20，然后我们要去做最后的 sound check。OK， 我们现在彩排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我的 setting。这是我的吉他，我用 Fender 跟 Taylor。OK， 然后 live 的话，我都是习惯用 Twin Reverb， Fender 的 Twin Reverb。然后我会在上面放一些我的 pick， 然后还有一个备用的耳机。那下面的话，我会放备用的弦、跟电池，还有工具包。OK， 这边是我的木吉他的 DI， 这个是 AER 的 Dual Mix， 然后这调音器是 Sonic Research 的 Turbo Tuner， 对我非常推荐这颗 Tuner， 蛮屌的。然后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牌子 ，Shin's Music 的 Volume Pedal，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的电吉他的效果器，这颗是 Reverb， 这是 Delay， Noise Gate。然后我主要是用这两颗破音，然后这颗是 Strymon 的 Mobus， OK， 那旁边有一颗也是 Sonic Research 的 Turbo Tuner， 比较小颗的。然后这边有一颗黑金色的，这个是我的 Clean Tone 都是从那边出来的，它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牌子。这个是我的 Clean Boost， 我主要就是用它来 Boost 我的音量。那这一颗呢，它是控制我整盘效果器的一个 controller， 它是 Free 的 Tone 的 ARC53M， 所以这颗非常的屌。比如说我现在按一，那我可能就可以开这颗跟开 Reverb， 那我现在开二的时候，它就是黑色这颗，然后跟 Reverb。大家早，现在早上5:30，我们准备出发回台北了，准备要搭飞机回台北了，我们就这样子步行，直接上飞机。现在是中午的12:20，然后我们已经回到台北了，然后就结束了这次的这个演唱会。OK， 那直接乐手一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之后会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音乐还有吉他器材相关的东西，敬请期待，拜拜。